大家好，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的项目，代号无限大。这是一款都市题材的开放世界游戏，我们将扮演一位调查员，寻找和调查各种异闻事件，游历世界，结识伙伴，共同冒险。希望代号无限大能给大家带来在都市中自由探索的新体验。为了让大家感受到都市与自由，我们团队付出了许多努力。我们引入了程序化城市生成技术，它能快速地搭建起整座城市的雏形，加上定制化开发的城市生态系统，完整丰富的都市样貌就呈现在了我们眼前。那么如何在庞大的都市中高效地移动呢？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。摆荡、飞索、游泳、驾驶机车、汽车，这套集成了多种运动方式、高机动性的 3C 系统是我们交出的答卷。有了它，我们就能自由地切换运动方式，自在地穿梭于高楼之间。另外，展现生动的都市生活也是我们始终努力的方向。我们将室内场景无缝接入了大地图，方便玩家在闲逛时进入感兴趣的店铺一探究竟。加上热闹的室外场景、鲜活的角色演出，还有各种贴近生活的玩法，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在游戏世界中体验到有趣的都市生活。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探索都市的多样性和可能性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说起在都市中的自由探索，我们的设计师提出，如果街道旁的那些物件不仅仅是摆设，而是可以被破坏和利用的，那会不会更加自由有趣呢？然后我们负责城市生态系统的同学又增加了很多工作，当然这是非常值得的。漫步在代号无限大的街头，你几乎可以与场景中所有物件进行互动，不论化身街头恶霸大搞破坏，还是回到童年与猫咪躲猫猫，在这里都可以实现。好了，这一次的分享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，期待代号无限大和大家正式见面的那一天。